今天礼拜三，我们的变装秀就是啦啦队，哈哈哈！我就是百歌小队的队长徐学弟，今天可是很难得的哦。Let's ride， 预备起！谁变？我好哦！抽筋，赶快这样拉，光筋不拉筋。我小时候学芭蕾啊，就是学了两天就停止的原因是，我只要一绷脚就抽筋。Are you ready？7月12号星期三的娱乐百分百，哇，好累哦，我快吐了。我也不行啊，而且，怎么？而且，今天穿这个衣服呢，我必须要一直呈现于缩肚子的状态，因为你知道我本身呢是一个胃凸的人。就是胃是凸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不把它吸进去的话呢，就会呈现像大腹女一样的感觉。怎么弄？要弄给大家看吗？好啊，就是这样。比如说现在是这样，对不对？哎，裙子都歪了。你看我一放松哦，然后这里缩起来，放松。那是你故意撑大吧？我没有，我胃就是这么凸。真的吗？放松。你胃还算小哈，因为我没吃东西。今天呢是礼拜三。队长正在跳舞的时候，谁的手机没关？怎么这么累啊？我快要吐了。今天礼拜三，我们的变装秀就是啦啦队。从来，从来。我们一起这样子。今天礼拜三，我们的变装秀就是啦啦队，还是这样。而且刚刚我们在跳舞的时候，怎么有人拍我特写？拍你特写，对不对？不是说好要拍全身才看得出我们的舞蹈吗？耳朵怎么那么硬啊？有没有拍全身？有，都全程都有拍到吗？我们的舞蹈精不精湛？精湛吗？老师，你觉得怎么样？跳得好不好？你真的有特写是不是？谁拍特写？可是跳得好不好？谁拍特写？是谁那么耳朵硬？旁边那个是不是？谁？香港摄影师急着澄清，他还说手抖得跟什么一样嘞。是我。这个舞蹈可是我们 Air 说 West 自己编的呢，我们在家自己编排的。对，我在下午的时候编排的。大喊说我们敬不敬业？敬业！哈哈哈哈哈哈！好了，那就这样。等一下，如果说有一个那个老成的女主播跟两个可爱的女主播，你们要看谁？刘汉雅，你不是我们的对手，你永远输我们一筹。你看我的身材，刘汉雅，有种你就穿啦啦队服啊！今天可是很难得的哦。Let's ride！ 我好累哦，我也是。不过我们的好朋友阿雅呢，现在正在友台跟我们打那个，但是不要转过去看，对，你家电视会爆掉。好了，现在礼拜三都要跟我们打仗了。所以呢，以后礼拜三我们的变装秀会更精彩。如果你没看到的话呢，会后悔一辈子。下个礼拜我们只贴胸贴上场，然后穿肉色丁字裤。所以今天呢，为了要配合我们啦啦队的服装呢，我们整集都会表现出青春洋溢的感觉，充满活力。That's right， 因为我们是年轻人。先快点，因为我们是年不是。是年轻人 SOS 了 SOS 怎么样 SO 好 SO 因为我们是 SOS 不要不行不行先让我休息我快累死其实我外表是年轻人内在差不多已经40岁了而且我缩肚子缩得快吐了真想把肚子大胆的放松放松吧可是观众可能会吐他会有拍特写吗？也该到拍特写的时候了。好了，我放松了。
我跟你讲，你用这拉拉球，你用这拉拉球挡在这边。你知道，不要以为我胖，任何的女生不管多瘦，只要穿上两节式的衣服，配上坐下来，一定会有两层的那个肚子。我不行，我不行，我要吐。你就把椅子搬过来，我示范给大家看。小龙，共读生，共读生，等一下。有工读生在，就不用小龙出动。队长好累，因为我是领队更累。我是队长，我是领队，没有领队只有队长。你们看哦，就算像我这么瘦的女生呢，穿两节式的衣服坐下来，还是会发生这样的状况。恶不恶心？肉外露，肉外肉，肉外露，这肉外露了。如果说你很瘦的话，在家也可以试验看看。对，如果呢你坐下来没有这层肚子的话，我叫你一声瘦子，你也可以传真进来。不可能。对，一定，因为只要有皮的人坐下来就会这样。一定会有，一定会有。好了，也该进新闻了吧，领队。你叫我叫队长。你后面这个标签跑出来嘞。需要拿了彩球进新闻吗？不用啊。我们那段舞蹈，等一下第二段没看到的人呢，现在赶快打电话给你朋友，我们第二段会再跳一遍。还要再跳？不然他们第二段到时候出怪招怎么办？也对，而且我们跑不了一遍了，那么精彩的舞蹈，对啊，就多跳个几次。所以说下一段我们会再跳一遍，还是说我们每段广告回来都跳一下好了？哦，那我可能会吐白沫。所以说你朋友如果还没有看到的话呢，现在打电话给他，等一下第二段的时候我们会再跳一遍。等一下，等一下，我今天真的很累，还要应付快报。快报。穿这样都还没跳到舞，你刚刚明明从头都跳到尾啦，有病啊你！跳多少？你从现在开始一直跳到节目尾声，不是就觉得今天难得穿这样，应该要你来一个热舞？跳红鞋的女孩的故事，有穿跳红鞋，因为她妈妈死掉了，然后就给了她一笔钱，叫她去买那个丧服，就她拿丧服的钱去买了一双红色的舞鞋，就从此以后就一直跳舞，一直跳舞，跳到腿烂掉。对，为了要惩罚她不孝顺。对，然后一直跳一跳，最后你怎么跳死啊？就脚烂掉，好像死掉了吧？最后好像是她跳到腿断，然后她就内心就开始忏悔，然后就去教堂那个祷告，然后祷告祷告，她腿就突然可以站了。对对对，这个故事就是要告诉大家，千万不要爱买红舞鞋。才过就叫大家要那个啦，就是拿钱要买对东西，错，不是买对东西吗？是要叫是买错啦。才过叫压错宝，才过是要叫大家孝顺，不孝顺的人就会遭到惩罚，对不对？不行啦，不甘心，香港新闻也要跳一下。香港新闻。你真的穿红舞鞋的女孩哎，没错，真的很爱跳舞。而且你看我腰今天穿这样啊，很适合跳那种拉长的动作，身材就看起来很好。Oh my god, oh my god, 大概会增加差不多20,000多名男性观众。想太多。这边有一位观众呢，他说：“大 S， 你小腹未免缩得太明显了吧？”你真的一直在缩小腹吗？没有，你告诉大家实话，我平常在家里是什么样子？其实他平常在家，小腹确实是凹的。怎么会这样？天然凹，好羡慕你哦。而且没有啊，像因为这边是胃啊，然后我就有说我有四块腹肌嘛，因为这边正好是一条凹进去，所以就1,2,3,4啊。如果我要把它画线的话，可以画出，可以那个弯。我帮你画，我帮你画。我不要，来，那擦你掉，来。我不要，我今天又不想洗澡。那还是算了。对啊，刚才一直搓皮很痛，所以说你根本没有缩小腹。我根本没有缩小腹，如果我要缩的话是这样。哎呀，扁不扁？所以我现在是放松。我承认我缩小腹啊，而且，我们来比看谁可以缩的扁。预备起。谁扁？我好凹。看谁凸，看谁凸，预备起。谁凸？谁凸？哦，我凸嘛。我真的天生邪心的命呢。没有，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吗？有些人可能一辈子哦，如果你是原生的人，你一辈子不会了解扁身的人的那个心酸。对，像我就是原生，像他是原生，所以他正面看起来呢腰是比较细，因为他的腰是呈圆筒状，所以就这样圆圆细细。可是侧面呢，就会看起来胖嘟嘟的。那因为我是扁身，所以正面呢看起来就是腰比较宽，可是侧面就是扁的跟扁的要死。对，我现在真的很想吐，因为我从一开始到现在都一直在缩肚子。我好想放松哦。那你就放松啊。可是我怕有外国来的朋友啊，刚好一不小心转到我们这台，然后说哎呀，怎么有个胖妹在主持节目啊。讲到外国来的朋友这一点我很不高兴。为什么？因为我去台湾的饭店啊，我们常常不是在台湾各大饭店租房间然后办 party 吗？
在台湾各大饭店都播不到我们28台，对对不对？都有别台，那个四个英文字母的台，可是却没有我们台。为什么28台没有灌进饭店的频道里呢？赶快打电话跟杨老板沟通一下，好不好？可不可以办到？小柱哥可不可以？可，就大声的喊，就打电话到那饭店去求他们嘛，可不可以？小柱哥，可以。很好，很有精神。来，出来跳一个拉拉队。他不适合吧？你跟老师一人跳一段。他看起来很没劲哎。按三。还要配合演生气的戏吗？啊，算了啦，免得一跳收视突然下滑。现在你打电话告诉你的朋友了吗？我们要再跳一次精彩的拉拉队舞哦。Are you ready? 已经差不多有2到3年没运动了，不行不行，明天百分百我得请假，我太累，需要好好睡一整天，不然反正讲那个海鸥啊，打到妈妈尸体那个，对啊，反正就是不管家里有什么事情啊，就是打电话跟妈妈讲一下你人在哪里啊，什么之类的，让妈妈比较放心，这样才是好。对啊，像有一个小男孩，他也是非常非常不听他妈妈的话，每次妈妈叫他干嘛，你要讲那个丢进海里，把妈妈丢进海鸥，那个要不要？你讲过了。你们有没有人性啊？一点都不想要听这种感人故事吗？我在这边，我就来点播个卧冰求鲤的故事。卧冰求鲤，哎，我的妈呀！就说有一个男孩呢，他妈妈哦，他叫什么名字？王翔。王翔的妈妈呢，生重病了。王妈妈，王妈妈，可是呢，还坚持要吃鲤鱼，是不是这样？不不，他妈妈好坏，妈妈，他妈妈生重病了，好像只有鲤鱼呢，可以。哎，不不，他妈妈生重病了，然后非常爱吃鲤鱼。然后他家又很穷，然后王翔这个小孩呢，非常的孝顺。他家既然穷的话，他妈以前怎么去哪里吃到鲤鱼？反正就是他妈爱吃鲤鱼就对了。然后又生重病，没办法工作，所以没有钱买不到鲤鱼。然后王翔这小家伙呢，真的很孝顺。他呢，在寒冷的冬天呢，一个人跑到那个冰上面趴着，想要用自己的体温把那个冰融化，然后再钓出鲤鱼来。最后王翔他成功了。他钓到了鲤鱼给他妈妈吃，可是他妈妈最后还是过世了。结局不是这样吗？还是他妈妈当然过世好起来了吗？因为这个故事再怎么说也是清朝以前的事了。反正总归一句话了，希望大家孝顺好不好？林心如小姐啊，快报！再勾一点，再勾一点。脚跟贴屁股，脚跟贴屁股。我贴了，贴到了哈。Okay.抽筋，赶快这样拉公斤不拉筋，公斤不拉筋，快点，公斤不拉筋，不要打！你，我看他抽筋是，来，走开！你不公斤不抽筋，是不是抽筋？公斤不拉筋啊！我不敢，你这样把它往后放，前面腿弯。前面腿弯，往后拉，脚站，我是这次想抽筋哎。对对对，往前，对对对，这样踩下去，对对对对，你看这样不就好了？蹲一蹲，对对对，抽筋啊就是要这样子。你看我眼泪都飙出来了，你很容易抽筋哇！你知道我没事，我没事，脚趾就会抽筋，然后就会叠在。我本身也是个抽筋大，然后脚趾就会成为叠罗汉的状况。你知道我小时候学芭蕾啊，就是学了2天就停止的原因是，我只要一绷脚就抽筋，真的、哦，一绷脚就变鸡爪。就是千万不要学我们刚才那些危险动作，不好不好。按赞、订阅、铃铛开了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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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头很晕。